于是神道显焉，显以言显道神德行，神不可显而欲显之，则圣人是义之所为也。然何谓之神？此神自讥神鬼也，因鬼养神，因其气而益其居，则凡谓神谓鬼。举不外阴阳不测四字，不测云者，神道即变化之象，不可测夺也。盖神有阴阳之精深，通天之灵，覆物之灵，人在其中，唯有秉神道以通天，依神意以明术，神故不可测夺，非神不可测夺，乃阴阳二气，变化推迁，无形无机，若来若去，莫可捉摸，无从穷究，故谓之不可测夺。然在阴阳初判，天地始分，有何不易测哉？以其越演越繁，越推越重，为阳者不知繁己，为阴者亦不知繁己，无时不在推变之中，无物不有生成之机，无谓不见变幻之象，人无以明之，乃名为神。神则统一切变幻而无碍，欲万事万物气数而有余，即天之能，通灵之用，天能无尽，神功亦无尽，灵用无垠，神功亦无垠，何哉？神无形者，复有形以非恒，神无相，而随有相以发越，故神者天地间之人，尊谓灵界之至高无上者，非谓物物有神，事事有神，而事物无时不在神用之中，人又安能外哉？神之至尊，天之至崇者，不与于人，而不知时与人接，何哉？阴阳二气未知，人物皆不得离阴阳，以身以成，则何时何地，皆不得与神背，被神背道，则害其身矣，以不得二气之和，尚安忘身之能保哉？故阴阳者造化本源，造物原力，无知则无造化，无造物则无世界，则无万物万事之繁，万眼之盛，则何亦可言哉？故本章以总结全节，时有生亦存焉。